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 蓝林汉的小老弟，行，就这白金一的这个兄弟吧，啊，可以，你等会儿拉你啊，全军出击。First blood。嗯，啊，啥意思啊？ 啥意思？给我制造难度呢？上来就给我送个一血，玩呢？谢谢梦在何处，猴哥的温哥华分猴的飞机儿，现在是2/1的中奖概率啊！谢谢老板的飞机儿，我不知道这狗熊一级学的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学的意思，那可以干，学的意随便干。 我有攻速，你有什么？回血来，别死！变成冰碴子了。我杀的狗熊相当于白杀，莫卡拉送一个。谢谢梦在何处老板的5架飞机儿啊！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啊，感谢。 你看人老板，哼，上来直接说，人这么多不抽个奖啊？抽啥？随便，把大气刷一波，上来夸就是5个飞机，很快啊。 现在是1/3的中奖概率啊，有3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狗熊给我整俩多兰戒，我属实是有点没太明白。现肉模糊，这也不好杀呀，算了吧。 别怕，可以打。在这等一下啊！不行了，兄弟，我上路的线儿，我上路的兵线，这狗熊不要经验，我得要啊！我可去不了了，你们要再打下去，我可管不了了。 耀光好了，E A 死。
这把看看出什么啊？哎呦呦呦呦！我的车，分离者吧，要不？接 A，A 接 Q， 接平 A， 再接 A W 躲，再 A， 再 A 点烟 Q，E A 吃饼干，我操！哎呀，这没杀了，这要是杀了了。就血赚了，这波他就崩了，彻底崩了。饼干稍微吃慢了点感觉。极限了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我本来想的是这波小兵多一点，然后我们正好升级把他杀了。他升的有点慢，这狗熊老硬干。不过好消息是狗熊值钱了，哎。坏消息是他能出装备了。那些消失的小驴人，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我直接打他，不一定能打得死。咋不干了呢？猥琐上了呀！啊，这怎么开始还猥琐上了呢？你是个屁！你什么用？你是个屁！点盐不行吗？怎么都是点盐呢？别放点盐，这波不放点盐，我把他反杀了。因为我们没有吃到他三层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技能了，他只有平 A。又一个点盐，是个草莓。左边给他点个信号 ，EA 打过 A 接双 Q 平 A， 你一个技能都打不着我，你要能打得赢我，兄弟，你这英雄是真牛逼了，就可以点三个技能啊，全空了，只有点盐打到了我，你要这能打过我，那你这英雄属实是有点厉害了。下一波他有大啊，塔后可以试试能不能杀，尝试一波。哎，这波有炮车，不好办、啊。算了，那刀锋容易来，我们家有点劣势，我就不狼了。下边再说吧。找我来了，我都没找你。那包女儿还跑过来还找我来了。
我别的没看见啊，我就看见我们家这个螳螂一直在对面野区游走，但是人家312他030。先来个这，再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。谢谢金小宗一个人的飞飞。老板，这波抽奖谢亏，谢亏，我只能用谢亏来形容。我真是上当了，下回可不抽这奖了，真的是上当了。拆完以后拆二塔，应该是有红，我们看看红有没有啊？哎，红没有，红没有，回家出门我想试一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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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得这么出，那么出没捡息地，出破败没捡息地，出完破败出蟹手还没有捡息地，捡息地太低也不行。你给我蓝，我还能不缺蓝，我不缺蓝我就能上高地，你不给我蓝我就缺蓝。 DAQWA 这你要是能跑了那就厉害了。走上高地，我现在一个打三个应该没问题，当然前提我得满血。别着急啊，先走，在这儿等啊，往下走扫一下，耶，闪现出娃点燃 WA 在这儿先跑，让刀锋来追我们。哎，这狗熊不追了，抽一下回头平 A 接一个抽，螳螂来了点燃我，不让上高地，那就只能再打个峡谷先锋了，峡谷打了再上，上一个峡谷啥也没干，对面刀锋没了啊，很有可能来我们这儿了。哎，拿的话我们上高地上的费劲。出完这个来个蟹手，
enemy has been slain. Wow.狗熊没有逃跑技能了，追他，抽一下，打不了进来，平头 A， 直接抽，再 A， 一 A 啊！这狗熊到现在连一件橙装都没有。打个红，如果让我增加武力，你会选择哪里？我不想增加武力，我想减少武力。我哪都不需要那武力。哎呦！大树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等我，一 Q 马转起来 ，A Q 先走 ，W 一走 ，E Q R 再转。你们这到底谁抓谁呀？我操！啊，到底谁抓谁？银行卡。不银行卡，我就存款增加五厘米行。我打一个跑一个，我打一个跑一个，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抓谁。我打个暴虐，暴虐跑了；我打个刀锋，刀锋又跑了。好像这刀锋上一波有点狂，好像这暴虐也是有点狂，我这一看，狂妄了有点。来个死亡之舞，不对，先来个血手。再来个死亡之舞，谁的七百呀？不灭狂雷。哦，这个装备一打三不是有手就行，那没手肯定不行。键盘给你，你来行不行？我寄过来，寄过来，行，你等我换了的吧，你等我把键盘换了的。我键盘刚买没多长时间，都半年吧，也就。Hello， 不灭狂雷，抽一个。E A W A 接双 Q 再 A 再 A A Q R 转起来，先走，别急，走呗。人有点多，哎呦我操，五四个人。我是没想到的，给我卸手都给我干出来了。我感觉得跟队友团两波了，这不行了呀。这他们盯上我了，开始。这第一队友啥也不干，
盯我们的时候，队友不知道干哈呢。第二，这带线应该也是带不上去了。德莱门可以杀，不行，杀不了。德莱门离得太远了，他直接回城我们都没办法，太远了。哎，可以。大树可以杀，好抠 ，W 就直接开进。一波，对面只要失误一波啊，他们就得去，直接被一波了。只要有一波失误，直接就被一波了。哎呀，这家伙！破产了。那没办法，人家投降了，那你得哼。